看看《疯狂小羊街》。小王哥合体，我们看。西瓜是。周末你打算怎么过？多姿多彩的。你觉得我会让你完成吗？惨了惨了，大杨哥要被打了。好，老爸来了。哦，我给你们静静看。我想请你们做我一天的保镖。我们是健身教练，请你尊重我们的职业。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再玩游戏了。老弟，你出去把衣服都洗了，今天下午别想再玩游戏了。不可能。老爸，你也出去，该干嘛干嘛，今天下午别玩游戏了。好像是从年轻的。老爸，不行的话，你可以玩评论区你。玻璃给太酸了。他是老人。等一下，我戴他这个手套玩一下。我操！看你们，这个东西坐在手上不会炸，还挺好玩啊。你看，还挺好玩啊，非常有手感。但是落到那个手上以后，是真的不会炸的那种，甚至你还可以，不行，不能轻啊，一轻它就灭了。再来搞一下。Wait a minute.
Nani? Nope. 好，我们来看买三门考我的开始，就非常喜爱这游戏。谁敢去呀、啊？好吗？差点掉。我们看别的好不好？我们看，关很像我的小姐汽车的游戏。要开字幕的，那个弹幕发，要字幕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又来看 REDX。我们看我的夏季汽车连线版得好了。Вы уже знаете, что в магазине можно быстро выгодно купить игру. Теперь также быстро выгодно магазины Грубо. Сегодня мы поиграем в игру, подыграем в эту игру. Вы не страшно, он там сказал. Обри, не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. Я помню эти клавиши. Вот она, подожди, давай. Мы用原声. Так, короче, друзья, подожди, мы так и не объяснили, да, в чем вообще суть, так сказать, ролик.读书的时候啊，有一回跳广播体操，身旁的女生呢总是不经意的回头看我，然后娇羞的捂嘴笑。我心想，喜欢我也不用这么露骨吧。如果那时候的我情商高一些，能通过他们的行为读出来，我的校裤穿反了，内外反了，裤兜在外面的那种，浑然不知的还跳着广播体操，我也不至于被人笑一个礼拜啊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我当时社死了。当今的社会，人们不仅仅关注智商，更关注一个人的见机行事的能力以及情商。随着心思越来越细腻敏感，人们也愈发感觉到容易社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又到了我们趣味游戏试玩时间了。本次的游戏呢，玩家称之为读空气。我们需要见机行事，甚至是看 NPC 的脸色来做出决定，是一款考验玩家情商能力的沙雕游戏。一节车厢，没位置，那只能抓住扶手了。过关后呢，这游戏不会告诉玩家对还是错的，一切就要靠玩家自己去悟了。又是在公交车上，嘿，谢谢啊。那你没下车为什么不坐？完了，这个座位不是让给我的。老玩家，你坐这里吧。谢谢你，年轻人。没关系。
这个小朋友看起来要饿死了。抽牌冠军赛，哦，他们是我的对手是吧？赢了的人可以吃自助餐。选哪张牌好呢？左边。你个逼！茄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美好的日子都漫长。哎，我是一只翱翔的鹰，下面有没有人啊？不妨先去台上来，我带你一程。哎呦，还真有人，掉个头接他。一会儿你台上来，我带你一程，不用感谢我。我信你个鬼！那里有人，哎呦我去，你干啥你干啥，那里红色的，我好心好意想要载你一程，结果你上当飞机。你以为我在这上面就打不到你是不是？想要接坐打你。我们今天打算录个一小时，你等我说，我操呀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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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周末好吗？这几天我们在荷兰就不更新绝望周末了，但我们要更新一个希望周末。甩姆素材，今天来用一个甩姆素材好不好？甩姆素材好不好？我不要跟你讲话。送慈爱财财甩姆素材，我们今天来拍个甩姆素材，重新来。你们可以把这里剪掉，等一下我把它用到最里面，你们可以把这里后置剪掉，等一下啊，就只能这样，那我只能放大，那我只能这样放大。开始了，我们只拍二十分钟。我们今天特别。洗澡，不看电脑了。我妈来了。舅舅。
卑微的我在拍片 QQ 来我们做个素材，我来做个素材哦。泡泡紫素材，等一下我就做开箱，希望你们能看。那你先到这里喽，拜拜各位，拜拜。咻，懂不懂？多喝水好吗？要多喝水。片尾曲的，我们片尾的，我选一下片尾。需要花多少，我才能够读？